全面收复失土，都由本土球员保持。这个球三垒方向的弹跳球，三垒手接到之后传往一垒，比赛结束。同一森林11师队的潘威伦投手拿下了个人职棒生涯的第109胜，成为了中华职棒联盟史上最多胜的投手，达成。同时，同一师队也终止了主场台南球场的5连败。这一场的都府对决是由潘威伦获胜了，而且义大犀牛队这场比赛输球之后是终止了3连胜，而同一师队则是终止了2连败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听潘威伦的访问哦。